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开箱，今天开这个 Lily Box 这个东西，马来西亚吃了大概三个星期，在国外已经他们出的当天就已经有了，然后我们开 Lily Box 还有两个预煮，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才开，因为真的是吃了整大半个月，所以我们是吃来的开箱。然后首先我们来开这个，然后跟大家就是开给大家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。肥包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的 channel 里面第二个开的肥包。我们开，它是 Zara Aura 的造型，然后一样，它有一个里面会有一个图，等下我拆给大家看，然后。然后还有一本，它里面就是这个 booster 里面会有什么卡的一本 menu book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盒子哦，这盒子有这个隔间一样哦，然后会有八宝的 SM 版，还有它的隔板是前后是都是毛，不错，好看一下。还有一个 cut 卡， cut 卡是这个肥包的 cut 卡。还有它的电毛的 sleeve， 完美的。然后还有一叠 random 的 energy， 它里面有不同数量的 energy， 都不是固定的。还有伤害指示物哦 ，GX 版跟它黄色跟青色造型的那个 dice。我们今天开肥包，然后我们收好。我要证明我不是非洲人。首先，我们开八宝。第一宝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，白色，白色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变。哦，双闪，它是双闪的。看到这两个，没有东西，电池跟。White Cream 跟 Pikea 雕嘎，不是 Pikea。 哎，第一包白色不错啦，至少是白色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白色是好的开始。第二包青色，好，青色的我们就带过啦，好不好？青色的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青色的什么都没有。青色。不要再给我是非洲人了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再来，青色，三包青，有一点伤心三包青，不要再非洲，为什么开什么都非洲？白色，有变，好像是 Hyper Ray， 好像是 Hyper Ray。好像是 Hyper Ray， 我看那个菱形黑边，哎呦，百变怪不错。福安的 trainer， 死在这没有用的东西，这种是给你飞不飞的感觉，有总比没有好。你开个博士有多好？他是博士，但是是假博士哦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啊！我好伤心，也是青色，没有东西呀、只有两包白色哎，全部青，全青啊！没有东西，有博士，全青啊！好伤心。所以我们总结两包白色，我们开到只开到四张伞，果然是非洲命，这种没有办法，真的是改变不了非洲人的事实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这两个 TD， 然后它每个 TD 后面呢，它都会有跟你讲它会有什么卡。
所以当你买之前，你要确定它有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看它后面，它后面会写有什么的。所以你们买之前可以去看上网看了先，或是可以去店里面看，然后你们可以再选择去买哪一副。然后这个Ante 的 TD 比较划算的是，它里面会有古兹玛一张，然后其他的那种基本的训练夹卡哦。然后我们就来开一开，首先开 Ante 先，看有什么。Ante 它会有一个纸做的那个。做的 playback 是长这样，一个是 MK， 一个是 Michael， 然后还有新手用的直板的那个 damage counter， 还有一个说明书，还有一个烟蒂的那个 coin， 烟蒂的 coin 蛮帅的，然后还有一张闪的烟蒂，还有一张 code 卡，然后还有这个烟蒂造型的盒子，然后我们就开里面会有什么，然后它里面你开的时候，它是 random 已经 shuffle 好了，它不是帮你拍美美的，所以你们要看的话，你们可以要去拍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球是有这么多，然后能量卡，然后两个单加一个马楼，然后粉丝俱乐部两个 copycat 两张记者跟 Sexer Guzma 卡希利达蒂里扎跟尼尼，它的训练夹卡是有这里。这么多，然后如果是 Pokemon 的话，会有这里一张，这里有两张，Ante 跟两张的 Houndoom， 两张的 Vesicant 跟一个 Makago， 跟这两个各一个，所以 Ante 的 deck 就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。烟蒂的。玉组是不错的，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开那个 Ryko 的玉组，它后面一样会有写它里面有什么，它有 Ryko 的这个什么 coin， 然后一样哦，扣卡一张闪的 Ryko。Ryko 的招数我会它是打30，如果你的那个Lost Zone 里面会有一张电能量的话，它就变成打120，它就是可以配那个 Lost Binder 啊。那个 Ryko 的 TDA 它的主要是比较好的东西是在 Pokemon，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配很多的卡组，因为在 Ante 他们讲比较划算的是因为它有 Boost Bar 嘛，如果你买 Ryko 的 TD 比较划算的话，是因为有这个，然后它全部是电能量，然后还有这只马，还有两只电龙跟两只 Ryko， 还有这两个。其实呢，那个 Ryko 的那个 Trader 呢是大同小异的，因为它一样是有两个单加跟两个 Nest Ball， 两个 Time Ball 跟 Auto Ball， 只是它比较划算是因为它有那个 Boost Bar。所以如果大家 Guzma 已经有了的话，可以想要弄比较配的那个改紫色那一只东西的话，是可以买这一副，这一副的那个 trainer 也是不错，然后所以它全部是只有这些东西。今天的开箱跟介绍就到这里，然后喜欢的话按个 like， 然后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就 subscribe， 因为之前讲过有抽奖活动，因为现在就快到200 subscriber 了，所以大家快点去 subscribe， 然后会有个抽奖活动，所以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